谓三月三，渡难关。难关难关，依我看，他是难过二十三。邪不胜击，如律令。我已经替他想好名字了，改名改名。改什么？改名叫嗝屁，嗝屁。难度的动作我可能不行啊。你想不行啊，我们秀秀你打我们这边秀秀，等你过了二十三岁以后再说吧。才二十三呢，弄什么看起来像四十三呢？我属于像你老成型的。我说的像你老成，是指你儿子老得很快。难道我真的死了？秀秀，你快点回来。落地地灵人，主要是因为那口精气神被长寿仔给吸了。老头儿，我要放这个女人，麻烦你让开。你已经被鬼上身，大师请。他是个杂种啊！哎呦！这怎么办呢？当然要赶快通知他。我是色鬼，我是鬼，你是长寿鬼。